大家好啊！而家我哋就系喺尖沙咀站嘅方向去紧中环，将会途经金钟。但系今日因为金钟方面咧有啲突发嘅事件，就系、是、占中开始啦，咁有唔少嘅市民咧都喺金钟一带嗰度咧作出一个这个警方作出一个对抗啦，争取我们市民应该有的一个民主的选举的一个权利。所以呢地铁呢也都将会在金钟站是不会作一个停站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搭地铁某些巴士的路线也都不能够直接可以去到金钟，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将会去到中环，看着了大家。其实在我们附近呢都有不少的年轻人呢都将会去这个中环一带的咁大家见到啦，其实佢哋都会攞住一啲唔同嘅水啦，樽装水亦都有唔同嘅保抗力啊，一啲干粮物资都会攞去金钟一带咁见到其实呢喺而家金鐘一帶嘅朋友咧唔孤單噶，我哋都一路都去緊噶，好啦，咁我哋嘅報道暫時嗰一段落係咁先，唔該，拜拜。大家好啊，而家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呢個中環嘅側臣道咁。附近那边就是大家都见到都知道呢，就是曾经都是包围过这个立法会反高铁的一个立法会了。咁现在呢我们见到其他的群众在做什么呢？咁其实呢在远处近中环那边呢是有大量的警察在布防的。咁而近翻金鐘呢一邊咧，咁咧市民咧都已經係擺咗好多嘅鐵馬喺度阻止住警方嘅前進因為咧喺嗰個金鐘嗰邊咧，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咧係被警方嘅包圍，咁市民咧亦都反包圍翻佢哋咁我哋行前啲睇一睇警方嗰個情況係點樣？好啦。遠處嗰啲就係警方嘅布防啦，咁佢哋咧亦都大為緊張，人數亦都係唔少噶，佢哋都睇住我哋做啲乜嘢啦。其實咧，我相信酒店啊，或者係唔同嘅高樓大廈上邊咧，都有警方嘅一啲哨崗喺度咧睇住我哋嘅咁好。後面亦都係有唔同嘅市民喺度互相協助咁其實我哋咧亦都攞咗啲水洗眼嘅藥水咧嚟到協助佢哋好，唔好望嗰邊。咁依家我哋見到係剛落到喺中環依一邊嗰個情況，咁其實好多防暴警察企咗喺度啦，咁有啲市民喺佢前邊同佢溝通緊啦，咁好多頭先好多人大嗌保護市民，咁希望警察轉翻佢哋嘅諗法而過嚟，就係保護市民而唔係襲擊或者衝擊市民。咁見到佢哋排得好整齊啊，企喺度唔喐咁。咁而後面有啲市民亦都係安排緊一啲嘅水馬啦。而其實我都係唔明，仲係唔明咁點解無端端又要封埋條路呢？點解係要幾位警察係要越封越大，同埋要將清場嘅範圍擴到咁大呢？依度又唔企得，嗰度又唔企得，係咪？成件事都是比較詭異的。
思而家今次唔係報導一個藝術嘅活動，什麼藝術，原來藝術都唔夠而家呢個情況嚴峻。而家 HKABC 係喺度喺前線上邊作出一個報導。大家好啊！而家系 HKADC、香港藝術搜索頻道嘅直擊報導。咁大家見到啦，係開始有啲防暴嘅警察開始喺度布防。佢哋咧曾經前進咗、大概50米嘅範圍嚇。而、家大量嘅市民咧開始叫佢哋撤退。咁我哋而家喺呢個最前線嗰度進行一個報導。咁警察方面亦都係克制，佢哋都未有咩進一步嘅行動嚇。咁、我哋啲市民咧，只不過企喺度，亦都過程中咧有唔少嘅市民咧都好想經過呢一條行路咧過去中環嗰邊嚇、但係咧亦都唔能夠可以過去嚇，亦、都係需要兜一個大路。咁喺呢個警察嘅布防嘅情況咧，究竟係邊個下達呢個命令呢？其實我哋都唔係好知道嚇。咁、另外咧嚟到呢一度嚇，佢哋又冇一個明確嘅指示，邊度可以去，邊度可以唔去啊？或者係點封法啊？咁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㗎嚇。咁、所以咧大家都是繼續這個畫面。不是，剛才我們是問，直接問警察究竟現在封到去哪裡，哪裡可以，哪裡不可以，為何行人路都不行，但其實對方都是回應不到，是的，就是這個情況就是這樣。是的，那暫時的報導到此為止，謝謝。是全世界都不同，香港的警察比人家懶大了。
現在的情況呢我們已經是被迫被防護警察呢是推進向前行，但去到哪個位置不知道，去到哪個位置是不知道，後面亦都有市民是在後面再推進，其實現在呢警察反而是被市民包住，但是後面的警察呢他們的部署就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行前大概50米左右，隔一段時間再行前50米左右，希望以時間去 到換取那個以時間換取這個這個節奏的，我們一路這樣行一路行這樣他行着我哋行得出去，你继续行啊！你哋人多，我哋人多，你玩游击啊！你一行桥就行得出去，你逼佢啊！快啲行桥，我哋行出去。我住我地上包住啦！佢就系桥啦，你人多，我哋人多。系准备啦！佢哋而家打开一张。警告的旗幟啦！快射子彈啦，唔該！快射曬子彈啦！我哋唔知道真係會打嘅。真是施放催淚彈了，真是施放催淚彈，其實我都覺得是有些莫名其妙，作為一班市民在這裡，好，我們可
可以影下嗰啲警員，影下啲警員，影下啲警員。啊其實我哋咁樣，佢哋咁樣做咧，的確係唔係幾妥嚇。佢哋咧基本上就係想隔一段時間，隔一段時間就要推進嚇、啊。然之後咧將之前封鎖咗喺入邊嘅市民嚇、啊，將佢哋圍困住，不斷喺度發放催淚嘅氣體。催淚氣體其實因為我哋其實基本上係企咗喺嗰度。我哋企喺度啫。我哋冇出去打。呢個係，其實係唔應該嘅，的確係唔應該嚇、啊。其實講到去邊度都唔應該啊嚇。市民大部分企喺度啦嚇。其實我唔知佢哋究竟分唔分辨到市民究竟喺呢度究竟係做緊啲乜嘢嚇？究竟有幾多成嘅人係到係喺度示威或者唔係示威？佢哋都唔分清楚呢個事件嘅真相，就直接施放催淚彈。好啦，佢哋已經去到呢、這個市民所擺設嘅鐵馬嗰個位置嗰度啦，已經。佢哋開始拉開啲鐵馬。好，我哋行前啲再睇，停一停，停停先，我哋行前少少。
隔了一段時間再褪前啦、啊、其實部署方面只是、可以這樣而已、啊很難再有什麼新的、布防或者新的戰術、啊、一路行啦、啊有市民阻住，然之後就掟催淚彈啦、啊、只要冇身體接觸嘅話咧，佢哋都應該唔會用呢個胡椒噴霧嘅、啊、但係咧，佢用催淚彈咧去到同市民咧有一個拉開一個距離嚇，佢、啊、都唔想接觸到市民嘅嚇、啊，因為咧如果佢哋接觸市民咧，其實佢哋都應該知道如果佢哋太近一啲鼓噪嘅市民，佢哋都有好大嘅危險嚇、啊。我哋睇下後邊。系啦，有唔少嘅市民咧，亦都系嚟行前咗啦。我哋今晚有100,000人喺度，你哋有几多人喺度？亦都系继续。我哋一步，我哋行一步。我哋冲噶，我哋睇噶咋，你赚佢咪赚咯。我哋唔会冲嘅，我哋咩都唔做。我哋唔会走噶。我哋就唔走，我哋咩都唔做。大公公，唔得！睇你有幾多人？你講我哋成日催淚彈，真係太離譜啦！放催淚氣，呢班學生都冇攻擊性武器，何來你揾啲催淚氣攻擊佢哋啊？自己諗下，阿爺。
around.見到啦，其實喺呢邊嘅警車啦，其實已經係撤出咗。我相信啲警察咧將會一路褪撤，會放棄呢個據點噶啦，應該。佢將會一路去向金鐘方，一路向金鐘嘅方向。剛才嗰一下咧，只不過係一個簡單嘅一個表態咁解嘅啫。佢哋將會一路褪過去金鐘。有些朋友咧就好鼓噪，有些朋友咧亦都叫佢哋唔好咁咁強力嘅煽動。我聽下啲現場聲。
見到啦，市民開始自行將阻塞的鐵馬搬開，而市民呢亦都一路跟住向前進，表示其實警方都覺得他們的封鎖線來到這裡呢其實都是沒什麼意思的，其實他們都一路退，市民亦都是跟住。另外亦都有市民將啲水馬阻塞其中一條道路，係啦，慎防啲警察咧繼續喺度來回前後咁樣去到阻礙市民。好，大家開始啦！大家好啊，係啊。咁頭先我咁樣近距離咁影嗰個冒險影嗰啲催淚煙啦，其實咧嗰啲煙係幾犀利嘅，主要咧就會係揦眼啦。其實如果皮膚咧有汗嘅位咧，都會醃嘅，都會醃嘅，係啦。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即係除非你一啖過咁樣懟到正啦，咁其實一般即係如果你查到資料咧，其實可能十零分鐘就會散㗎啦，就會係啦。咁所以佢哋做呢一樣嘢咧，其實你話冇殺傷力唔係㗎，真係有殺傷力㗎，真係係啦。咁如果佢哋繼續放嘅話咧，其實都係幾危險㗎，都幾危險嘅嚇。我哋又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大家見到啦，都唔少嘅市民啦，都係冒險前進嚇。咁警方咧，好多時咧就會係即係舉高個牌啦，舉高個警告牌之後咧，就冇幾多時間。有人要生理鹽水，好咗，我哋帶咗生理鹽水，好即刻俾佢哋嚇。電視未講嘅係咪啊？
接快冲快坦克了。共产党惯用的手段呢，而且正常呢个普通人嘅。
講笑嘅嚇，真係真係犀利嘅。戴個口罩，戴個口罩。我第一手。好，大家好啊，同樣都是香港藝術搜索頻道 HKADC 特首阿金的前線報導，見到啦，佢哋開始再吞後。咁其實我哋的觀眾大家見到啦，這個方向咧，其實就是向金鐘的方向嚇。咁其實向金鐘的方向進發啦，佢哋係應該是不斷咁樣逼之前在金鐘嗰啲朋友啊。咁嗰邊咧，遠處嗰度咧已經放緊催淚煙霧啦，要驅散佢哋嗰邊，佢哋咧要咁樣褪咁樣褪，我哋要褪咁褪咁褪咁樣前後咁樣褪，所以佢放呢、這個催淚煙霧咧係會不斷咁樣噴，係會唔停咁樣噴嘅，係啦，佢哋喺務求驅散市民啦，你見到啦，嗱佢哋開始褪後，褪後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哋會停一陣，然之後咧。唔理市民再做啲乜嘢嘅行動，佢哋都會繼續放催淚煙嘅。其實見大家嗰、那個保護裝備都好充足啦。咁你見到有眼罩啊，有口罩啊，咁其實係有需要噶嚇，因為咧佢嗰種催淚煙咧，其實佢係瀰漫喺空氣裏邊，咁所以喺空氣之中咧，只要你接觸到啦，就算你有汗嘅話咧，嗰啲皮膚都會揦噶嚇。大家見到啦，市民亦都係繼續推進，繼續推進嚇。咁而家個時間咧就大概係10:09左右嚇，咁我哋盡量啦，都喺度睇睇嗰個情況嚇，我哋去 zoom 埋去少少睇一睇佢哋係點啊咁。市民咧繼續歡呼香港人，嚇，即係話咧，其實啲警察佢哋都係香港人嚟㗎，咁啊點解要咁樣做呢啲嘢咧咁樣？好啦，嗱，大家見到啲群眾開始離開，有可能佢哋又再放催淚氣體，所以我哋都要小心嘅。啊，好啦，我哋準備迴避啦，我哋攞耐先。物資車有幾車不斷推送過嚟啦。佢哋咧主要就係派發水啦、保鮮紙啦、濕毛巾啦，係俾一啲市民咧為咗對抗催淚煙眼部啊或者呼吸道不適嘅狀況。
人出動呢啲高空嘅遙控飛機去到進行拍攝啊。咁唔知係警方定係傳媒定係市民啦，唔知道啦。好啦，大家好啊！隔咗大概廿零分鐘到啦，警方再次施放呢個催淚氣體，相信係向住喺金鐘方向嗰啲朋友射過去。我覺得佢射完嗰邊之後咧，一般嗰個做法咧都係向我哋呢邊射嚇，所以都要大家都要小心啲嘅嚇，我哋都要小心。咁咧喺不同嘅位置啦，亦都有警察嚇進入呢個範圍嚇。咁其實佢哋想布防啦，咁當然啦，佢哋嘅布防梗係以人多取勝啦。咁好容易計嘅啫，咁一個可以對幾多個市民啊？咁樣去到以比例咁樣計嚇。咁佢哋其實譬如喺右手邊啦，右手邊個巷仔嗰度亦都有一堆警察喺度企咗喺度啦嚇。佢哋係睇佢咧係睇唔到啦，會我估佢應該會係一邊警力啦嚇，但係咧佢哋都會戴住一個防暴嘅面具嚇，防暴嘅面具。因為佢哋都不斷了解㗎啦，需要係啦，冇錯啦，向我哋方向發射啦，向我哋方向。佢目標係想驅散，好，我哋吞後啲啦。熒光幕嘅朋友見到嘛？見到嗰啲煙嘛？啊！都見到啦。其實市民咧，亦都係都有啲幾激動噶嚇。佢哋放，呢個催淚氣體嘅時候咧。咁市民就吞啦。當佢哋停止再發射嘅時候咧，咁市民咧亦都會再推進嚇，即係佢吞一步，我哋又向前一步；佢哋吞一步，我哋向前一步嚇，盡量咧唔好俾機會佢哋去擴散。好啦，咁睇住咁多，唔該。好啦，咁大家。剛才都見到啦，又有一個催淚氣體嘅發放。咁喺我哋嘅片段裏面啦，都不下見到可能係六七八個嘅煙霧。咁我哋都嘗試行到最前線嗰度去到做一個報導。咁呢度呢個情況咧，都唔知可以都會維持到幾耐，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嘅，係啦。咁大家見到啦，唔少嘅市民都陸陸續續散咗，又入翻去，散咗又入翻去。佢哋有一個戰術啦，咁市民咧都好激動咁樣，會有一個方法去到應對，去到表達佢哋對一個民主普選嘅一個訴求啊。咁所謂民主嘅普選咧，並唔係政府所講嗰啲二三揀一啊，或者搞掂曬篩選曬任你揀嗰種啊。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係邊一種。咁暫時到此為止，唔該曬。大家見到啦，呢度就係立法會嗰邊啦，就電車路嚇。有好多唔同嘅警察啊，或者係救護車做一個戒備啦。咁見到啲警察啦嚇，警車入邊嚇，譬如呢一架咁啦，警車入邊咧都有啲防暴警員喺度準備。咁佢哋咧相信都係作一個增援嘅一個。一個崗位啦嚇，咁你見到佢其他唔同嘅車，咁有好多車入邊咧都會有啲布簾拉住，基本上佢哋有幾多人係唔知道，或者係冇人都唔定可能。但係咧呢度其實已經係封咗㗎啦，呢度呢一節已經係冇辦法行到啦。
看到那边啦，那边亦都是满晒人啊，一些很热心的市民亦都在那里顶住啊，顶住。咁啊，希望可以将那个道路尽量堵塞啊。咁你呢度啦，呢度亦都系已经系冇咗冇车行噶啦，可以啊。咁所以那个堵塞中环嘅呢个情况咧，已经系越嚟越点啊？即係越嚟越大啦，那個範圍。嗱，見到警車開始有啲喐動嚇，唔知係咪想再增加警力去另外嗰邊？咁咧，其實頭先我哋報道嗰個江樂道嗰邊啦，其實已經係塞住咗，冇辦法再向金鐘方向行嚇。咁唯有如果去咧，就會喺呢邊去啦。咁樣，咁喺金鐘政府總部嗰啲朋友咧，其實我哋都唔知佢哋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因為我哋喺街都冇得睇啲現場嘅直播嚇、啊。聽講咧，佢哋嗰啲手機啊、網絡啊、一啲可以聯繫到外界嘅一啲電信網絡咧，都好似有啲 jam 線或者係唔係好行得通嘅嚇。咁、啊、所以咧，佢哋有某程度上咧，嗰、那個信息發布咧都係有啲問題嚇。啊咁我哋都想四圍再睇下究竟嗰個情況係點樣，睇下會有啲咩嘢嘅發展。